夏日炎炎，有特朝天，这天真热真热，还是弟弟这凉面好吃。先给这祖传这蒜椒拿出来，滴两骨头蒜，当当当当给它撮成蒜末，给撮合这蒜给它弄碗里头，整点这生抽，甩点这陈醋，来点蚝油，少整点盐，滴点白糖，整点这油熟辣子，弄熟给它和搅和搅，没这水不是都弄成啊？咱起水烧锅，水滚给这面条下里头。这面条下了，你赶紧拿筷子的和搅和搅，要不它嘣一下都塌成疙瘩。这面条不像滚得很，稍微带点白心都中。这时候给它拿到这盆里过凉水，过了水这面条你弄上盆，给这水给它浇到里头。加了油钱了，你滴点黄瓜丝，再撒点这葱花香菜，滴两滴这葡萄钱的香油，弄筷子给它和搅和搅。这加了木芝麻我都不撒啊，没你说这还吃啥康帅福啊？你都说这美不美？美了你包叶子，赶紧照着屏幕对一对。